你可千万别害怕，这种人你越害怕，他会越得寸进尺。我的心脏已经被某些人锻炼得很强大。你们俩干嘛的？谁让你照相的？你好，我们是詹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叫钱薇，这是我的助理小陆。我们接到了委托人的委托，说你们这里使用的机油和油漆不符合规格，所以我们是来取证的。少来这套，往出走！走走走！ 你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如果动手的话，就是另一码事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如果现在我们走了，下次来的就是质检局了。还质检局？把他们弄出去！哎，住手！住手！怎么了？厂长，他说他们俩是律师，还照了好多照片。不好意思啊，手下人做事粗鲁，请多包涵。来，先后口尝。小姑娘，是谁委托你的？ 这样空口套人罪行可不好吧？立案之前，当时人家信息我们是不能透露的，但是厂里的信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啊，国家有相关规定，室内每立方米的苯含量不能超过0.09毫克，您厂的空气质量已经严重超标，并且工作人员都没有配有相关的防护措施，还逼着他们加班加点。厂长，您这个违规违的太明显了。 还有啊，就是我们也问了附近的居民，经常有通宵加班的声音。您这个月的电费也比上个月多了2倍，这个不太合格吧？我们厂啊，情况特殊，一切都是以产品的工期来决定的，整晚干活很正常吧？盛总，我建议您看一下这个吧。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呢，就算情况再特殊，员工的加班每个月不得超过36个小时。我看您这儿的员工光加班都已经超了40多个小时了。行，咱们抛开时间不说，按照法律的规定，员工如果要加班，您必须要给他们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%。所以您给他们付钱了吗？